建设海上牧场，打造蓝色粮仓。这里是江苏如东。老文革北北，如老文革北北。这里的文革味道鲜，可就在四年前，卖价上不去，产业陷入困境。我们如东的文革跟外地的文革去打价格战，肯定是打不过的。你越打越受伤。他最能折腾，折腾着给文革搬家，让亩产量增加1000多斤，还拉着农户搞直播。你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耶！好玩就得了。哎呀，好，走，我们继续往前玩。他最会玩，把文革和旅游结合起来，带着大伙儿巧生财。如东文革年产值约4亿元，1.2万人喜迎丰收。一起探寻精彩故事，产业秘籍。建设海上牧场，打造蓝色粮仓。欢迎继续收看《蓝色粮仓》系列节目第二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海洋乐园的海底世界大厅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造型充满了海洋的元素和气息。看这边啊，有各种各样的珊瑚的造型。我们再来看头顶上有一个大鲨鱼的造型，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宛如在海底世界当中。哎，我看到那边角落里有一个银光闪闪的大贝壳，我们去看看。哇，这个出场太惊喜了。我可不是贝壳，我是这个海洋馆的工作人员。哦，原来刚才远远的看过来，以为这是一个银色的大贝壳。您怎么称呼啊？啊，我叫蔡允仪。我从事贝类管理的工作。那么主持人，我现在来考考你。上来就考我，好。那您要问我什么呢？那你知道贝类的种类有多少吗？扇贝，然后有这个香螺、田螺啊、海瓜子、牡蛎啊、一贝、龙贝等等，我觉得一口气说不完，太多了种类。对，是的，全世界有10多万种贝类，我国呢也是生产贝类的大国。那么我们这儿就有一种刚才你没有提到过的贝类哦。它在哪里？在这个池沙，在这池子里。那我们是怎么把它拿上来呢？你要用脚把它踩出来。你确定这里头有我要说的那种贝类？好，尝试一下。没有啊，这里。来，你就像这样，来像跳舞一样啊，跳舞这样踩，这样踩。哎，对，挺硌脚的。哎呀，慢慢的，挺硌脚的。它就慢慢的就来了，看到了吗？哎，观众朋友们啊，咱们仔细来看看，这是我刚捞出来的啊，它是文蛤，对吗？对，非常好。那怎么判断它新鲜不新鲜呢？来，那我教你一下，你这样轻轻把它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敲，声音很清脆的，就说明它很新鲜。声音很清脆，看来啊，我手里这个文蛤应该很新鲜。文蛤呢，号称是天下第一鲜。那今天啊，我们的蓝色粮仓系列节目第二集，记者去到了江苏如东，那里啊盛产文蛤，而且现在呢是采捕旺季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。好的。蓝色粮仓走进江苏，一起出发。清晨5点，趁着退潮之际，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寻宝队浩浩荡荡出发了。行进了10几分钟后，我们到达了目的地。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滩涂。来，让我们拿上家伙事儿，跟上老乡的步伐，开启今天的寻宝之旅。这是一种传统的作业方式，操作起来很有看点。人要倒退着走，一边退一边用耙子不停地翻找。瞧，滩涂里藏着的宝贝露面了。您瞧，这是文蛤。
的文革北北，如的文革北北，老文革北北，如的文革北北。都说如东文革不一般，究竟哪里不一般呢？如东县委副书记许金彪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起来。你看这个如东的这个文革啊，这个个头也大啊，另外呢这个味道啊十分鲜美，嗯，它不光鲜，而且还有一种甜甜的感觉。如东文革不一般，我们叫堪称天下第一鲜。除了味道不一般，如东文革的经济价值也不一般，像这么大个的一斤能卖到12元左右，当地很多老百姓都靠文革发了家。我们村靠文革，反正已经分红好几个亿了。我们村民都是靠文革起家，孩子都有汽车啊，城市里都有房子啊，家家生活都挺好的。听完老乡的话，您再低头看这遍地的文革，说这些贪图是聚宝盆也不过分吧？看大家干得热火朝天，记者也忍不住了，来，咱也体验一下。你看这些小的，它就不，它就小的就对，它就试一下。哦，套进来。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把我牵上来了。来。啊，怎么着？哦哦，这样连着。对。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上。好嘞。好了。嗯，好了。然后我试一下。就往后退。对，然后你就，然后这个角度是怎么样？对，你就这样就行，照顾它形成一个三角力嘛。哎，你要这个，你要四五十斤的力。对，你这个，你要对往下压。往下。然后你就听它声音没有？哦，你看有了。咯楞一声。哎，对，有了是不是？然后你就给它挑出来。对，然后就，对，就给它挑进去。哎，很清脆的。对。咯楞一声。对对对。对的。对的对的对。是吧？对的。哎，这个挺好玩。那现在一天能够拉多少啊？200多斤。200一个人吗？对，一个人。9点钟，眼看要涨潮了，滩涂上瞬间热闹起来。您瞧，老乡们从四面八方汇集一起，大家就地开始称重，检验丰收的成果。我们粗略估计了一下，这一早上大概收回来20000斤文革，如果按12元一斤来算的话，能卖出24万元。丰收的喜悦充盈着每个人的心头。现在如东县有1.2万人参与文革产业，2022年总产值约4亿元。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，2019年之前，如东文革产业还处在困境当中，之后产业迅速崛起，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海上牧场，蓝色粮仓，我们丰收了！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，一个飘着海鲜味的美丽小城。这里两面环海，海域面积有4965平方千米。来到这儿，您必须尝一尝号称天下第一鲜的文革。走，咱们去大排档。肉肥多汁，咸鲜的大海味道都在这一口里了。因为味道实在鲜美，当地人几乎餐餐不离文革。这是在干嘛呀？我在给人家，这是批的文革肉，人家饭店里要的。这个一天能批多少呀？1200斤嘛。看到这儿，您肯定觉得产品优质，那产业发展肯定是一帆风顺吧？恰恰相反，4年前如东文革产业还处在困境当中，产品卖不上好价钱，总被经销商压价。我们这里文革质量好，很嫩的，很鲜的，比他卖的更便宜，我们有心里有不服气呢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，当地人开始想办法提升产量，提高卖价。他们到底想出了什么高招？
接下来就给您介绍两个人，一个是最能折腾的人，一个是最会玩的人。走，咱们边赶海边听故事。滩涂上大家都忙得热火朝天，唯独他东瞅瞅西看看，就是不干活。看看风景，看看风景。啊，你会吗？我不会。啊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用当地农户的话说，季磊是滩涂上最能折腾的人。现在村里有1000多人跟着他干。季磊究竟是怎么折腾出财富的呢？你会感觉到很爽吗？只要你看到他，这就是金钱。季磊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他所在的滨海村是如东文革的核心产区，村里1204人共同参股经营着8万亩养殖区。当本地文革面临价格战的时候，季磊却要另辟蹊径。我们如东的文革跟外地的文革去打价格战肯定是打不过的，你越打越受伤，越打越受伤，所以说我们就不去考虑这个事儿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是后来我们转变了方向，我们就是怎么去把这个文革给它质量提高，就是我们如东文革怎么说啊，越大又大又好吃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这难度可就大了。滨海村文革养殖既不需要投苗也不用投喂，文革在海滩自由觅食自然繁殖，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文革变大提高产量呢？季磊琢磨了一阵子，放出话来，让大家给文革搬家。这个说法一说出来，就遭到了反对。他是新来的呗，肯定有一点那个，好像他年纪这么轻，对吧？洗的会洗的过程中有损耗，还有呗，会不会长得起来？怎么长得起来？当时大家觉得季磊是瞎折腾，他为什么非要给文革搬家呢？这还要从滩涂上的一个怪现象说起。同样养文革，不同的养殖场亩产量却都不一样。你场面差一点，我的效益可能比他要3倍吧。他们的产量会差到200吨左右，所以说这个200吨换算成人民币的话，将近400万。他们没有去考虑为什么会低，怎么样才能去提高这个问题。从来没人去深究这个怪现象背后的原因，但季磊爱折腾。他找来了专业的检测人员，揭开了滩涂上藏着的秘密。检测了之后，我们判断了，就是泥沙的肥度它有区别。原来看似一样的滩涂，其实也是有肥有瘦。于是季磊才提出让农户把文革往肥一些的滩涂上搬。为了说服老把式们，季磊还制定了一套战术。先找的一厂长。为什么找？因为他的产量最低啊，所以说我得从他这儿突破。去就9点以后，那白天我不去，去了没有用，对不对？那晚上9点之后他想睡觉，那不行，那得跟我聊聊完之后再睡觉。他每天晚上都在8点8、9点半就过来，啊，在那儿烦死了都，经常盯着我吧。嗯。哎呀，盯烦了，哎，我就他说小规模，他说好像好，我就答应他了。您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吗？这就是在给文革搬家呢。小文革搬家可是项大工程，需要几10个人合作。您瞧，大拍板不停地拍，藏在泥里的文革就冒出来了，再用网兜收集起来。车在滩涂上行进，渔民们开始播撒文革。这样文革就正式乔迁新居了。季磊这番折腾很有成效，他发现搬到肥一些的滩涂上，文革生长速度更快。同样养殖一年，以前只能长到4厘米左右，搬家后能长到6厘米左右，每亩的产量增加了1000多斤。文革个头大就有竞争力，在市场上1斤就能多卖2元钱。那就像这种小一点的呢？小一点的就是10块。10块就是1斤差2块钱。对。这2块钱对咱们意味着什么？
这一百人来了一百人，一百人正常一个人是150斤，算，就是15000斤，15000斤就是说如果差2块钱的话，它就是3万块钱。这一下子，村民们彻底服了。以前觉得季磊是瞎折腾，后来都夸他能折腾。村民养出了大个头的文革，不用打价格战，还更畅销了。原来他是自然采什么，地嘛产量上没有这么高，对吧？价格上也没有这么好，现在越来越好了。为了拥抱更大的市场，季磊又开始折腾，要带着村民到网络销售渠道闯一闯。本来我们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，对吧？第二个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播这个东西，其实都是赶鸭子上架，你没有办法。但是吧，你为了把这个产业去做好，你只能去这么做，做不做的生意去。线上销售竞争激烈，产品琳琅满目，怎样才能脱颖而出呢？嗨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文革是我们村的特产，你们发现的是天下第一鲜。季磊想出的招就是拉着老乡开直播，卖的是土特产，那就请淳朴的老乡做主播。哎，我感觉效果有好多，对吧？真的，因为他很真实，他真的很真实，我自己看了我都想买，说实话，真的。再来一个，耶！这一招还真奏效，直播间。是文革的采补期，繁忙的采收季过后，滩涂就沉寂下来，一年中有5个月滩涂利用不起来，这可是太可惜了。当地就有人琢磨起了这件事儿。亮灯了，巡街了。哎，感觉怎样？感觉好极了。他叫骆书红，是一家文旅企业的负责人，当地人都说他可是最会玩的人。您这套便装是第一次吗？这也是我第一次。什么感觉？好玩就对了。哎呀，好，走，我们继续往前玩。这个古镇景区就是骆书红经营的一个项目，如何带着大家玩好，骆书红很有经验。他琢磨得因地制宜，将文革和文旅结合起来，创造更多价值。那沙滩上呢，一定要设置一个场景，我们是海上迪斯科，到时候那种就是那种感觉，在踩的那种感觉，随着音乐那种场景肯定效果非常好。骆书红想的点子就是搞海上迪斯科的活动。啥叫海上迪斯科？咱们跟着骆书红玩玩去。你好。好，这个牛等会儿就是拉着我们的游客就到海里去了，到海滩上。那这个牛呢，为了让这个牛更轻松一点，这后面呢其实用了机械车，有轮子啊什么的。牛不是很吃力的。牛不累、啊。对对，不是很吃力的，对。好，加进。牛车也是骆书红精心安排的，为的就是给游客独特的感受。等会儿开在后面。来，上车，一起体验。坐着牛车往滩涂深处慢慢走，心情已经逐渐放飞。坐好啊！别着急，重头戏马上要来了。也是个负责人。下车的时候呢，一个是注意安全，第二个呢，下车了之后呢，我们不走远。这个海上迪斯科的意思就是在海上跳迪斯科，踩着这个文革应该就冒出来了。音乐起。对，这就是海上迪斯科。音乐一起，马上就点燃了气氛。采文革原本是一种古老的采收方式，后来逐渐演变成当地人的娱乐放松活动。当地人来玩都是三三两两一小群，气氛不足。
陆书红发挥自己懂旅游的优势，加入了向导、牛车、音乐、横幅等元素，打造了海上迪斯科活动，让游客看得新鲜，玩得尽兴。袋子里边都是什么呀？有螃蟹，好像有螃蟹，还有文蛤。螃蟹、文蛤，这都采出来的。对，好玩儿。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有组织了，有规模了。因为以前大家都是自己出去玩，考虑到安全啊等方面。现在我们就是有了这个叫景区，然后有了这个规模，大家都是能够有组织的，然后来一起前往，就各方面的一些配套设施也都能跟上，所以就是体验感会更加加强。海上迪斯科活动一年接待人次超过10万人，不仅能收门票，还能赚到卖文蛤的钱。洛书红设计了一条完整的旅游线路，把滩涂上的游客又引流到古镇。在古镇，游客能看到很多老手艺展示，所以这个数字，比如说烙画、糖画等，在增加古镇的这种文化积淀，让游客有更好的这种体验感。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非遗项目，同时也是那个美食项目。这些手艺人可都是镇上的农民，在家门口上班就能有丰厚的收入。这一天嘛，就家里嘛能卖个几千块钱。洛书红爱玩也会玩，他的成功带动了一批人搞乡村旅游，慕名而来的游客不断增多。如东文革不愁销了，产业也火热了，农户的干劲儿那就更足了。两夫妻上，儿子，哎，儿子也有，我也有。当地人感恩大海的馈赠，也制定了严格的采捕标准，精心呵护家乡的这片海。3公分以下我们都不会去欺负的。3公分以下大概多大能找到吗？让我们看一下。其实这个以下我们就这个其实就算小的了。对，这个往下的话我们就都不会去。在手。就我们看。我们正常的起步跟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，然后加上这个其实比这个小的我们就基本上就不会去起步了。有节制的利用才能让海滩永保生机。对于在海边长大的如东人来说，大海是财富的来源，也是慰藉心灵的港湾。因为我们就是海边长大的孩子，你就是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全部都是大海赋予我们的。爱大海，有感情啊！因为从小就是听着海浪声长大的。原来就是家里海岸就是500米远，就是听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能听到浪声，不愿意离开。大海呀，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。走遍天涯海角，总在我的身边。看完节目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如东人对于大海的感情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大海承载着儿时的温暖记忆，哺育着祖祖辈辈的渔民。如今，他们改变了养殖方式，提升了产量；改变了销售方式，提升了卖价，让大海的馈赠文蛤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富。是的，可别小看这些贝壳，它在大海里的作用可大着呢。它可以净化海水，使大海更加清澈。所以我管它叫大海的清洁工。是啊，辽阔的海洋是风貌的牧场，也是资源的宝库。我们要悉心守护海洋生态，在保护中开发，在开发中保护，这样蓝色粮仓才能更加殷实。好的，蓝色粮仓系列节目第2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明天见。再见。